你感觉疼痛，然后就吃药，却又感觉不太好，紧急的及时报告，副作用要报告，副作用产生医生知道要报告，当你吃了药而出现副作用，紧急的如果感觉到，哪怕只是一天，你也必须要报告。要报告，我想你知道，副作用产生。